我们今天要来讲和声外音里面比较少使用的桃音 escape note。 这里讲的比较少使用，是因为桃音它使用的比较激进的方式跳进，所以呢在商业或者是儿歌的作曲法上面我们比较少使用。所谓的桃音，它指的就是背对着曲调的方向移动。那当然我们也要看和声，如果它是在和声之外的音又背着曲调进行的方式移动，这样子就叫做桃音。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曲调 SO DO RE MI RE DO RE， 它这个都是顺着它们的和声的方向在走， SO SI DO RE DO SI， 这个也是顺着，然后接下来 DO LA SO FA， 这个也是一样，跟它的和声都是同方向， MI SO DO SI SO MI FA， 最后我们看到 LA SO FA RE MI FA DO。 好，发哆的地方，这里是跳进，它在反向急进。哆瑞咪瑞，所以我们就可以讲说，这个发就是所谓的桃音。